另外，五节乡长候选人林益刚的竞选旗帜遭到破坏，经过警方侦办，发现嫌犯是简松树的支持者，因此今天公开谴责这种行为。而对此，简松树也回应，选前最后一天，希望林益刚能够停止抹黑行为，并相信选民会还他公道。国民党五节乡长候选林益刚今天指出，竞选旗帜遭有心人士破坏，而报警后警方迅速抓到凶手，发现嫌犯是简松树的支持者，因此他公开谴责这种影响选举公平的行为，并且加码100万元，当成五节乡长贿选的检举奖金。针对五家乡顶这次选举的部分，我外加100万奖金来减去贿选，叠加再多。拜托咱所有乡亲士大，给咱一个干净的选举空间。是强烈在怀疑是不是对手阵营的强烈支持者来作为。当然那个姓林的是住在我们简松树乡长他们旧家的对面，跟他们看起来嘛就靠亲家关系我所以在强烈的怀疑是不是他有什么其他动机，相当爱受牵制啦，这种的不理性的一个选举模式啊，我怎么更应当做一做全民的唾弃跟谴责？动算林益刚，动算林益刚，动算益刚，动算，动算，动算。